你们那里多少度啊？我这里实在太热了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冷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水开了，下入面条，过一下凉水，口感会变得更好。料汁的配方在这里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冷面不能没有雪碧，就像我不能没有你。放上切好的配菜，鸡蛋当然要来半个了。谁说冬天不能吃冷面？晒着太阳来一口冷面，快做给你爱人吃吧。